这里是上海宝山区汽车专卖店一条街。听说这里最近新开了一家小米汽车专卖店，看看是在哪个位置。往前走吧，前面是连长路，应该还在前面。已经看到了，就在斜对面。小米汽车销售服务中心，上海长江西路汽车原店，这也是上海宝山区唯一的一家小米汽车专卖店。